好，我们这一个资料夹，OK，那我们这一个资料夹50 GB，我们就给它复制，然后直接贴送到我们的硬碟里，看看我们速度会不会大跳楼嘞？咦，还是一样维持400多枚，这就很明显的，我可以说这个硬碟是超赞的，就是我们可以从头到尾维持一样的速度，不会说，我们怎么样子忽然就掉速之类的。